拜拜拜拜，下次呢？拜拜拜拜。这水哦是靠家在供的，啊，那阵哦，所以就等下咱去看那边迄个地震，会当看到迄石二迄个地震的情形哦，啊，所以即马甲恁讲。 讲地震，我严重，恁拢可能不会相信。我相信啦，恁遐无比，我遐严重啦。阮遮上严重。恁遮无严重咧啦。是人严重啊，水库严重。哦，水库严重，两个人无严重啦。好，来来来，先往前走。等你一下，我无讲的，你讲的哦。哥哥。 水就是讲经过这个防空，啊，送过去后迄个自来水公司。啊，迄水现在差不多2710多。嗯，这个挖咱，较挖咱这个是地震了的所在。啊，头前迄个是，压管三站到压三米。对，我们即摆看到这个国旗迄个。 因为地动了，我这是地动了，无去卡掉电器，就是保留安尼哦，关掉。啊，即摆咱看到这个铁棒这个啊吼。 就是讲水喉迄个水门要用，就是讲水门口即个墙壁咱嘛要后壁遮，啊用到即讲水门要维修吼，就是啊甲即个挂，起来，啊插迄个插板落，啊挡水了后壁遐水门袂使做维修安尼，甲一般迄个水利会水门较无共，因为较细门，啊阮即较大门就是做安尼方式走，我都去做。安尼咱阁继续，啊变安尼了，就是变足够积沙。 哦，对，有够预支。啊，所以阮即摆每一年拢变成爱清年，啊，不过清年对阮来讲是一种收入啊，因为是阮基金的，像阮即摆今年迄个计数又搁飙升高吼，一笔飙500,000,000块。啊，所以今年千二十四万块就是等于收入。 客厅有先来，您客厅先到。我们前面那个哎，对，那个啊，哎，那后面那个。
我们这个地震前是总共有20个闸门啊，两个那个排沙道，15个地洪道。那921的时候是，我当年在去管那闸门，有那个地震震判。你行到观点，唔惊落到？你强化玻璃啊！大家去水源算较丰富啊吼，啊结果嘛是搁碰到迄爸爸迄个啥物小林村讲的灭大鹏坑的灭村，啊嘛是搁停起来。我即马若送到迄环保署环评尔，都拢袂过啊咧。一道是有功用，可是现在我就刚才我讲的是很多，那、啊、可是你看我们那个下游现在冲刷那个结构，那落差很大。那个水收错了，伊就我都跳起来，跳袂起来。啊，你落差收大，伊嘛跳袂起来。你普通一般，所以咱像阮遐个，伊嘛是拢做安尼一工一工一工吼，是讲你也超到30公分的宽度，伊也拢跳会起来。啊，鱼仔就是足奇怪，伊就是讲，伊拢会进水嘛，对，哎。哦，安尼咱即摆来为迄看迄新加坡来的水讲。待在那个红四路遐，啊，因为伊拄好待在红四路遐，拄好吼断层线经过了，所以规个安尼积甲安尼。啊，因为迄、为什么讲新加坡？恁我等下恁出去了吼，迄有一个斜坡遐吼，因为当初迄这路是安尼吼，安尼就走掉，啊，佫变过。啊，所以伊当地的人就叫讲新加坡。因为时间久啊，大家都袂记得，所以阮把迄个当初发生的时间，88年9月21日1:47:12，的时间给记录在遮。啊，当初的地震的深度8公里，一般咱是为地面算落吼，30公里算浅层地震。啊，若愈深，就是讲，它越深啊吼，传上来的力量就会越弱，可是它。范围越广，可是你这动作在背光里面，因为下面那个地震在严重的时候，它浅，又那个地表又有破裂的地方，只要它范围越深，破的地方就是不
厝的拢建筑物，所以恁迄个化湾水大这已经是算常用的建筑物啊，结果嘛是歹去。啊，这规模7.3，规模就是讲算迄个地动的规模啊，就是讲伊个翠龙不算城比较坚固，啊，甲大地变。所以当初人讲个繁华个二三多吓，我想伊可能当初是叫等着地动的关。对啊，啊，真正移山倒海。哦，啊，再来，好先生。我知啦，你讲这话拢上少。少年十三年，这个新闻怎么样？点？你直接去个，去不安尼？你直接去，这歪个。考虑到这个洪水频率的问题，万一真的是超过200年洪水频，设计就是考虑，较低啊。第二个，他已经考虑到那个柔性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断层线通过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地质已经比较不稳，所以这当初使用那个钢板桩，它是用柔性的结构，不是用那个刚性的结构去做成，所以说它是比较，因为更哎，就是会当迄个变化会当较大，承受较大的变化了。看一下921，它旁边都是用，原本的高度是那里而已的，变隆起来就变那么高，干嘛呢？一路换成一路起来。三水门，对，16、17、18。啊，当初921，阮这坝顶是会使通车的，会使通车。啊，这是最两岸的通道。啊，都像一般哦，地震伊就是安尼哦，七到尾哦，咱个伊拢清到咱个河川工地去。哎，对个，对个。对啊。其他所在我都退缩点，啊，都拢退到河川。有背光吗？哎，我们要不要上去多照一下？照，先照。